快公路上满满都是车，好不容易有个休息地方，不少驾驶立刻下车动动手脚。只见停车场几乎停满车辆，原来中秋连假即将到来，许多民众怕塞车，干脆提早开车出游，不少观光客涌进来，花东旅宿业者也都准备好了。高温的热油淋在烤鸭表面，发出吱吱作响的声音，让表皮吃起来酥酥脆脆。虽然花莲禁止户外烤肉，但没关系，有饭店推出烤鸭大餐，不能烤肉就吃烤鸭。为了响应这一次花莲县政府的中秋禁烤令，我们又希望让客人呢能够在家享受到五星级的烤鸭大餐，所以推出了不能烤肉我烤鸭四人份跟六人份的外带餐。我感觉今天很嫩哦。一切下去，牛排香味四溢，也有饭店推出和牛吃到饱，要用高级和牛抢顾客的味蕾。除了吃还要玩，东山火车站前出现这颗10公尺高的月球，旁边还有12颗小行星，一到晚上就会发光，不少旅客慕名而来。还蛮美的，去年刚好本来想说来看看，但没机会，今天第一次刚好天气又非常好，看到这个真的还蛮不错，值得大家来这边走一走。人潮就是前潮，观光客涌进东部，旅游业者摩拳擦掌，要抢食观光财这块旅游大饼。三立新闻吕燕、赖一轩花莲采访报道。